是刚关牛车站的130年，6月2号，金门大桥到了。你看，还有人有这个。现在还是8分。还有是我们的金门大桥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先下车。好，这是金门大桥。好。到金门大桥喽。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哎好。来了，又来到金门大桥，看一下，6月2号，金门大桥。好，希望大家拜拜。然后我们就会去猎鱼，然后今天当然是橘蟹，金门大桥猎鱼蟹，希望大家拜拜。